接吻原来有咁多好处。研究，男人离家工作前亲吻妻子赚大钱，长寿多五年。20世纪60年代西德的研究发现，男人如果在离开家去工作前亲吻自己的妻子，这些人的收入比他们的同龄人，那些没有出门亲吻的男人，多20%至30%。下页序，延伸阅读，别再厌老妈子很长气，那可是让你生活更成功的关键。消委会，18款无限直立式吸尘机 Battle Dyson 续航力最短，插电4小时仅用8分钟。独自返学遇上交通意外，9岁童被校巴撞爆头，跟爱人接吻会更长寿。研究同时发现了一个关于开车与亲吻的奇怪而有趣的关联，比起离家前亲吻老婆的人，不这么做的男人出车祸的几率会高出50%。而男人如果离开家去工作前亲吻自己的爱人，平均可以多活5年以上。下页序，延伸阅读，别再厌老妈子很长气，那可是让你生活更成功的关键。消委会，18款无限直立式吸尘机 Battle Dyson 续航力最短，插电4小时仅用8分钟。独自返学遇上交通意外，9岁童被校巴撞爆头。研究人员解释，因为出门前的亲吻可以让男人消极的念头减少，使得他们不会因此而困扰分心，而用更加积极的心态去应对各种事情，更好的工作。下页序，延伸阅读，别再厌老妈子很长气，那可是让你生活更成功的关键。消委会，18款无限直立式吸尘机 Battle Dyson 续航力最短，插电4小时仅用8分钟。独自返学遇上交通意外，9岁童被校巴撞爆头。女人不要怕臀部大，极地大美臀5个好处，娇奶做蜜桃臀操。延伸阅读，别再厌老妈子很长气，那可是让你生活更成功的关键。消委会，18款无限直立式吸尘机 Battle Dyson 续航力最短，插电4小时仅用8分钟。独自返学遇上交通意外，9岁童被校巴撞爆头。